今天在新都桥啊，往成都的路上又堵车，看一下山上的雪吧，雪景深美，但是没有心情欣赏啊。你看，大家好，我是铁牛，看我身后的这车塞了几公里啊，才折头山上面塞下来，现在下雪又下雨，这个天气不好啊，交通事故肯定是容易发生的。咱们的春季之行啊，这么快就结束了，也要回成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的车也出现状况了，咱们的车出现一个大的问题啊，给大家看看吧。看看，就是这时候我们轮胎变形了，起鼓了，前胎、后胎也是一样的。还一个让人意外的事情啊，咱们这个备胎罩啊，开在路上不翼而飞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这个是卡得很紧的，平时我也不会动它，上完牌照之后咱们一次都没有动过它，不翼而飞了。咱们这是一辆新车，开了刚刚只有5000公里，3000公里做的首保啊，就跑了趟川西，咱们就出现了车里面四个重大的问题。第一个，轮胎，四条轮胎全部鼓了，你说我还敢继续玩吗？必须回成都四 S 店。第二个，备胎罩莫名其妙的丢了。第三个，咱们的冰箱啊不制冷，我以为是这种冬天不制冷，但是我看到别人的冰箱也会制冷啊，也许我是不会用，咱们呢也去那个四 S 店看看啊。第四个问题就是排风扇，像个机器一样，那个铁丝网卡住了。今天回成都一并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一下吧。虽然车也有一些问题，但是呢也不能影响咱们旅途的心情啊，所以咱们还是放松心态。看一下满山遍野的雪，那个石榴又去玩雪去了。石榴，爪子搞坏了，爪子搞坏了，那个石头不能搞啊。那么爱玩雪啊。你看石榴在前面，那里有个折头山的标志啊。我们车前面可以看到云海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哇，石榴你在闻泥马堆呀？你也想堆一个吗？石榴，哎，好狗，真棒，走吧。哎呀，走，好开心啊！哇，真棒！石榴，不要影响别人拍照。对，过来。好。对了。哇，4200多米，4300、3180的。哦，真漂亮这里。哇。可惜不能飞无人机啊！对，去那边啊，我给你拍。来，石榴，来，过来，
这里好看啊、哦、好棒，对，看见那边有云海哦，我们把镜头放大一点看，石榴看到这个雪特别开心啊，哦，在爬，我把镜头放大点看云海，一如仙境一般的，对吧？石榴，把叼个石头干啥去啊？啊？你牙齿不痛吗？天哪！有云海，折多山，走了石榴，这里人好多，我们走吧，走走了，走走，走吧，石榴，石榴不要了不要了，走了，我们上车走了，下雪了，石榴走了，下雪了，石榴。掉了个啥？天哪！呀，好狗！看一下石榴在这里玩的不亦乐乎，前面就是云海啊！今天咱们真的运气真好啊！赶上了下雪，看一片白茫茫一片，还有蓝天的，那边是云海，放大点看一下，那一坨在云海聚集的地方。石榴，石榴上来，来，石榴，石榴上来 ，come on， 不要不要石头了，哎嗨嗨，不要石头了，要掉下去了，来 no， 上来，好危险，快上来。你看那么上来 ，no， 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上来 ，no， 上来，危险，上来，不要了，我上来，那都就摔跤，我没办法去救你，上来，走，我们的车在那里，我们回去吧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走走，下大雪了，石头上去吧，下雪了。好。